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个人所得税内税信用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建立个人所得税纳税信用管理机制，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申报信用承诺制，要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个人所得税严重失信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